的陪伴，我们先给伴郎伴娘来点掌声祝贺。在妈妈的陪伴之下，不仅是呈现了未来家人间的融洽跟温馨，同时呢，也呈现出你妈妈对这个女婿的疼爱跟赞赏哦。所以优秀懂事总是那么样的深得人心，让陈妈妈非常的放心跟满意。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心肝宝贝我们的英晨缓缓地走上幸福红毯的另外一端。很快现在已经要牵着宝贝女儿的手踏入下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人生阶段。那我们知道也许现在你妈妈的心中有万般的不舍，有万般的这个感受，但是她也为英晨能够找到疼爱她的另外一半，找到一个这个疼爱她的家庭，找到一个幸福美好的归宿，感到非常的宽慰跟高兴。好的，我们先有请您的你爸爸跟妈妈要一起来陪伴在女儿的身旁。我们希望英晨先给爸爸妈妈一个最温暖的拥抱，谢谢爸爸妈妈无私的奉献，无止境的付出跟关爱，才有今天最幸福开朗而且最美丽的英晨。那么现在爸爸妈妈要一起把英晨的手跟他未来的幸福一并的交到辉宇的手中。辉宇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这个好先生，那么请我们的温宇不要辜负我们爸爸妈妈的期望，一定要用最大的心力带给我们的英晨最幸福美好的未来跟生活。懂得孝顺感恩的小两口，现在爸爸妈妈也要手牵着手把他们的幸福跟圆满做一个最棒的传承跟延续。那么在美丽的时刻，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陪伴在他们的身边，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力量跟关怀。现在将有请我们的温宇跟英晨一起手牵着手，也代表着心连着心哦，心中已经充满着无比的力量跟勇气，准备好要来迈入更加幸福美好的人生阶段。我们的这个温宇，恭喜恭喜，我们的时间都还没满。好，邀请两位一起来到我们舞台的正中间，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好好的看看你们。长期在国外念书的你们，大家都非常的想念跟祝福。那么今天除了大家用最直接的行动来感谢的话，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大家晚安。首先要感谢大家在周末假日中共参与小李建国会议，春富贵人万，合家平安大汉子，一对家庭结安好，两人牵手共艰苦，三世修来真福寿。四
这一届第一个冲第一个啊！哎，我跟你说，为了今天的丽莎，我一锅红烧肉给烧光，真的烧光了，真的烧光了。太说了，那我最后要照相，结果你已经不见了。他说你这一锅肉好像快焦了。那是有脑子血，突然想到被你完了，干嘛？脑子改了一下，真的烧掉，连锅子都没了。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继续跟着我倒数幸福的五秒钟。